这个东西，你快送去吧，省得又要挨罚。你给我真干！一定假的，福音肯定会发现的呀。但我上交了这个幽冥符，我就重新获得我的自由了。等到时候，你该上路了。我一定会来找你的啊！嗯，那黑气之主厉害得很，你千万小心。嗯，那我走了。嗯，还不走？告辞。